这里是非洲肯尼亚，今天带着小助理去看一看贫民窟里的手工艺市场。非洲热带雨林盛产各种各样的木材，以往这些木头都做成了炊具厨具，这些年随着中国商人和游客的增多，当地匠人开始雕刻手工艺品，这个市场也从几个瓦棚发展成了现在的模样。哎，前面有个中国大姐，估计在收货，咱们去看看。是来这买货的吗？不是，六个工人都是我自己的。那我能拍一下吗？可以。当地的非洲黑木、紫檀木雕各种各样的工艺品，这些工人都跟了我很多年的，有大象、犀牛、马赛人。我那个市里面还有一家商店，要不要到我商店去看一下？可以啊，走，到我店里去看，走。哟，这正装货呢。对，这全部是南苏丹订的货。你这店面不大，东西可是够全乎的。我们这里不但有木雕，还有宝石。哎呦，这些是坦桑兰。对，坦桑兰。王总，你这个小助理带这个坦桑兰，绝对是很高贵、很漂亮的。是吗？那要不然试一试？好啊。哎呦，这石头多大呀？13克拉。怎么卖的？$350。350美元，那不算贵啊。一个克拉。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，做人做事总是从容面对。